他以前都不理人家，以前你跟他讲话，他根本不理人家。他现在有反应，他会对你笑，然后对你那个，而且他听到声音会去找，他以前都不会去找。我是想说，我辛苦几年了、啊，他的一辈子嘛，他是最好能够在这一两年能够独立走的话，我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